防护，那也我也请他们把那个挡水板，虽然高度不高，但是还可以挡一点时间哦，一并拖到这边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紧急的一个防护。那公所现在已经在把一些平楼的民众做这个预防性的一个撤离，那以防说真的中午才是大潮的时候，如果真的溢过来之后，确保我们